歡迎嚟到第一屆姊妹們國際市場 Poolside Party 啊！關你鬼事咩？阿鄭生日啊嘅節日係邊個？清明節。正啊，落水。正啦！嘉瑩親自問你啊，同你去街嗰日，我頭箍係咩顏色嘅？白色。哇！啱啊！換呢邊啊？唔係。呢個遊戲玩你哋嘅，唔係玩女仔。你一開始叫咗我做咩名字？叫 Isabella。錯啦！一開始。其實一處眼神再接觸，已全部看到，快樂或放恐同這步。其實一處，的神可以攬住佢先啦，準備就落啦。因為我覺得佢未必記得呢題，咁問題係。我整嗰只公仔叫咩名啊？五四，你嘅回忆啊！二落水啊！你唔好翻嚟！你唔好翻嚟！哇！将只拖鞋飞到咁远，你就知 Isabella 有几嬲啦。而 Kiva 跌咗落水之后，好似咩回忆都翻晒嚟，仲要求埋补答添噃。俾多次机会你啦，两个字噶，五。四，你支持我啦，你自己要求噶呢个机会。要系啊，我唔想再见到呢件事发生。得啦，慢先，慢先。五、四、三、二、三、二、一，走啦，走啦。Isabella 话俾你听系咩名？系咩名？系屎牙。我啲公仔咧，全部都系有个屎字嘅，叫屎牙啦。屎牙。系喎，系喎。系咩？佢呢句係啊係啊，咧勁有嗰啲男朋友咧唔記得咗，哇！敷衍咯，係啊，係喎係喎係喎，我其實記得㗎，呢個 moment 啊！愛莫大於心死 ，Kiva 你一提都答唔到，你叫 D 姐點見人啊？再見到呢件事啦！即刻。我嗰日上衣有咩裝飾？用 ribbon。ribbon 啱嘅，係啦，仲有一樣。仲有問緊你啊！仲有，仲有 Sisley。啊 Sisley， 快啲 ！Nice scar，Damages，Damages。啊！時間啲，時間啲。係啊，正確答案係白色嘅 laces。呢個打扮係喺屋企衣櫃攞啲冇乜著嘅衫，因為我著嚟著去都有啲衫。呢一題咧可以話係 Sika 啦，同埋鈴木神嗰日咧約會嘅重點嚟嘅。我一開始對住你教你對住個海講乜嘢？我教你對住海。Look at the sea。係。What you speak? I teach you。你講咗啲乜嘢？試下對住海大。好咩啊？你呢個除咗讚過海，係咪都讚 Sika？ 係。咁你對佢嗌一次。我嚟咯。第一題 ，Lishi 唔係我當日約會茶餐廳飲乜？茶餐廳飲咩啊？檸檬燕麥水。啊！哇，好快嘅，哇 ，OK 喎。要個檸檬燕麥水凍啊？凍嘅檸檬燕麥水。兩個。唔好咁開心住。第二題勁棘，我同你講超棘啊，勁棘啊！當日約會踩板個碌係咩色？俾先，係你個碌係你個碌定嗰個碌先？唔係呢個碌啊，踩板啊，嗰個碌啊。嗰個碌，我記得係啡色嘅朗博，跟住後面個紅紅地色。嚇，佢錯咗咯，個朗博已經。朗博已經錯咗，抹咗先啦。好難啊！蛋啊 ，avocado 都係我中意食。Macy 喺你心目中 Alex 會唔會係一個記到一啲仔細位嘅男仔呢？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活在當下，所以未必會。哇！你好要多，你咁了解人哋嘅。係咯。佢一覺得你唔記得，但你有冇信心記得先？我有信心。O K。好，咁嚟啦。我當日約會著嗰對耳環係咩款呢 ？Hoops 咯咁。喂，啱啊！啱啊！你係之前嚟過呢度食㗎？係啊，有人你記得唔係好重要，其實我記得即係，如果你記得呢少少嘢，即係可以試下 impress 佢咯咁。所以我今日想今日係咁咯，係啊。嚟啦，下一題啦。我嗰日約會咧，畫個袋用咗咩顏色呢？白色。嚟林輝。好啊。好啊。好啊。唔該都好啊。我呢個袋咧就係圍繞住情感 emotions 啦。如果你真係中意在意嗰個女仔，點都會搭到一條嘅，我覺得兩條搭錯，啲 Kiva 嗰啲真係食蕉啦，咁都唔得，大佬。第一次約會你都冇心去記住所有嘢嘅時候，咁都抵你溝唔到女啦。第一次喺熒光幕面前約會，難免係有啲手忙腳亂嘅，所以冇一組可以答中兩題。希望經過熱身之後，佢哋嘅表現可以嚟個大改進啦嚇。嚟到第二個遊戲
叫做宝贝猪猪，哎哟，唔系我呢啲猪猪哦。系啊，哇，你唔好咁样啦，哇，你唔好咁样，好冻啊，一下天好冻啊。我就系想你透心凉啊嘛，你见完有冇成个人心凉啊？真系。不如讲俾你听点样玩呢个游戏啦。好啦好啦。宝贝猪猪是由一男一女抽签组成，他们要坐在同一只艇，唉，由男仔负责撑艇，女仔负责射水枪攻击，最后令敌方艇上面的猪猪消失为之胜出。这个游戏很讲求男女双方的默契的。我们现在就抽签，抽了男仔先。好，来啊，我抽男仔先。是啊，第一队有谁？ Alex。你想同邊個一隊啫？請我啊！但係我嘅 date 啊 ，Macy 啦，一齊。喂，究竟我可唔可以？我先嚟。好，我究竟會唔會抽翻 Macy 咧？睇緣分有冇將佢拉埋一齊啦，睇下先。我抽住我。睇先。Macy！ Oh my god！ 哇！我面都已經哇！犀利！喂，呢個緣分啊，大佬！交俾你揸住先。好，第一次約會見到 Alex 同今次其實都好唔同啦，因為第一次大家都係有少少緊張又好，即係正經又好啦。咁嚟到水上活動同大家一齊玩，都係個氣氛係輕鬆好多嘅。第二隊啦 ，Tima。哦 ，my bro， 你想同邊個女仔一隊？同班 DJ 一齊。同班 DJ 一齊。DJ 你想唔想同佢一齊？你想先，想唔想同佢一齊先？唉，想嘅都。唔使驚。好，我哋就唔拆散佢哋。拆散佢哋。就係，喂，你收咩流啊？喂，整蛊掉我嘢啊！咁樣整蛊緊你，你都唔知咪幫翻啲女仔嘅。同 Kiva 真係有友誼嘅啦，即係有感情嘅啦。我哋啱啱要討論緊只公仔擺咗喺邊啊？之後嘅分組結果就係 Michi 加檸木，而嘉瑩就繼續同阿傑一隊。咁 Sika， 誒咪即係配 Mixon。咁究竟邊隊會最合拍呢？兩邊開始之前，有冇嘢同對方講？加油加油啊！加油！射爆你 ！O K， 係啦，就要呢啲。走啊！要射爆你！我就要呢啲。開始！開始 ！Alex 嗰邊好順利喎。喂 ，Kiva 嗰邊打氣。咦？佢哋策略嚟㗎，即係攞攔住個波，攔住個波，男仔擋住啊！嗱，果然 Kiva 同正常係有少少唔同㗎。Kiva 唔好成日向後行得唔得啊？所以我唔係特登自轉嘅，其實我係真係揾唔到方向。機會啦！嚟啦！喂喂，點解 DJ 個兜得翻嗰兩粒珠珠㗎？我向後蛙咁，你蛙到喐，我已經好感動㗎啦。OK， 準備，我嚟啦嚟啦。OK 啦，我睇住波。咁咪收佢喺度先啦，好唔好？係啊，係粒，我仲要小心一粒，好唔好啊？嗱，即係咁嘅，你收埋一粒，我當睇唔到啊。估唔到你比賽途中仲要攞多兩粒，會唔會太過分啊？唔得，取消資格。第二 round 就由首次组队的檸木加 Michi 决战嘉瑩阿傑呢一 pair， 虽然输了啲先天的默契啦，但都阻止不到进击的 Michi 出手嘅。救命啊！進攻果然是最好的防守，嘉瑩你認輸啦。Michi 咧就估唔到咁進擊喎，真係佢係第一個咧明白到原來個遊戲咧唔一定係即係攞水槍射。講真啊，你嗰啲神射手咩？你點樣攞把槍去射走人哋個波啊？佢係有諗過，哎要贏啊，都要少少不擇手段。最尾呢個回合咧就係由頭先兩隊嘅勝方 Michi 檸木仲有 Macy 同埋 Alex 對住係今日第一次出戰嘅 Mixon 同埋 Sika 嘅。预备三二一，开始！大家咧好似都系静态少少喎，似乎系一个二打嘅情况喎。系啦，嗱，而家咧 Mixon 就好似有少少变节喎。Sika， 你把枪向前射，唔系向上射啊！之前咧而家撑到埋嚟咧，又系用呢个近距离攻击啦。嗱，而家暂时大家都系非常和平啦，但唔需要咁和平噶，因为有限时啊。OK， 嚟啦！喂，檸木跌咗落水！檸木跌咗落水！我係咪冇救佢啊？頭先對唔住啊，檸木。嚟啦！
差一點落水 ，Mason 保護佢，保得住，保得住，保得住，救命啦！頭先話好 man 啊 ，Mason 保住佢。喂 ，Mason 近距離攻擊啦！哎呀，跌曬啦 ，Mason 啲豬豬，救數！究竟有幾多豬豬剩翻低先？经过一轮大混战，竟然是由 Sika 和 Mixon 胜出。啱唔知咁多位又有冇因为呢个游戏增进到感情呢？压轴登场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男女接力赛。由头到尾咧，铃木自己一个咧救生员咁样咧，去带佢过去嘅。一次水上竞技，究竟是浪漫温馨啊，定系落极生悲，玩出个大头佛呢？终于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游戏，叫做交个心给你。不要啊，你不得的，游戏要这样玩的。一阵间我们就是一个混合赛来的。是，那就是分开斗的，哪个时间最快呢就为之赢的。是，那究竟两队的队长是哪个呢？就是刚才胜出的 Sika 和 Mixer。是啦，他们呢就可以揀组员的，但是头三位的组员必须要是异性。所以现在就猜包子，就看看哪一个可以揀先，好不好？包子得，包子得，好，那全部都是 Sika 揀先。我赢了。是啦，好啊。Kiva， 好 ，Kiva 企喺度先。哦，佢系呢边。好 ，Mason 到你拣。Alex， 异性啊。咪先 ，Alex 你企翻喺度。喂 ，Mason， 异性啊。异性啊。我咪系异性咧，我女仔嚟噶。我而家先要搞清楚。有名嘅。Mason。好，跟住就到翻Sika揀啦。Alex。Mason， 誒 Macy，OK， 最後一位，喂，佢拆散咗 Alex 同 Macy 嘅都係，係，對，揀咧，誒鈴木啊，哦 ，OK， 好，咁你咧，揀 Sika， 啊唔係喎，思思，誒等先，你真你跳落，喂，你真定假先？你真定假先？跳落水啊！你咪玩嘢，你咪搞笑，假型，假型，假型，我有冇得揀㗎？冇啊 ，sorry。好，咁換言之咧，唔係陳海玲咧就係 Sika 嗰隊，而阿傑咧就係 Mixon 嗰隊啦。交個心俾你，係一個混合接力賽，每一關都不限男女，各自完成指定嘅任務之後，要將個波交俾下位拍檔，直到五位都順利完成，邊一組用得最短時間嘅咪贏啦。由於呢一關講求合作性，所以兩隊事前都非常之認真商討策略，務求成為最後的大贏家。小妹計時，第一棒是 Alex。好啊，好緊張，我覺得他啲手長腳長，好快就遊到對面我。得唔得 ？Alex 有冇信心？得。OK。準備，三、二、一，開始。入玻璃箱嘅嘢，黐線喎！係啊，好勁啊！嗱，有啲矛盾啲啫嚇。Sika 負責第二棒咧，要吹進個波嘅。啊，原來 Sika 心目中要成功吹一個波，同打拳係一樣嘅，都係需要有自己嘅節奏同埋步伐嘅。啊，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嘅。好，而家咧，我加啲啫，一齊咧由我對面。冇喐過嘅，由頭到尾咧，鈴木自己一個咧救生員咁樣咧，去帶佢過去嘅。對面岸啦，而家有 Kiva 係第五拍。好 ，Kiva 呢個時候咧就要俾阿鈴木騎佢。喂，你做咩隊啊？你哋係？你冇打緊搞笑喂 ，Kiva 嚟啦嚟啦，騎木騎布馬騎布馬嚟，準備三二一 ，Go！ 得唔得？快啲啊 ，Kiva！攞個波咁打佢頭啊！係啊，俾啲力去！鈴木你個樣做乜嘢啊？鈴木係咪硬親啊？你邊度啊？射波！啊，搞掂！耶！最深刻係而唔開心嘅事嘅就係玩接力賽啦，佢哋要踢博馬咪走咗啦。啊，搞掂！耶！咁我就喺個心靈毒水泡裏面啦，因為呢度咧係啱啱高到咧係我要不停彈咁樣嘅，但佢又浮住咗咧，我彈唔到啦。然後我又想潑水啦，完全冇反應啦，然後冇人發現到我，即係我咁啦，心諗 Oh my God，Hello，
即係咁嘅狀態咯，係啊。好啦，玩完第一組啦，我哋未啊，未開始啊，未開始啊，喂，你跳啊跳！真啦，快跳！呢個好識心癲到。嗱，雖然話導演未嗌 cut 就唔好停啊，但係主持未嗌開始，你都冇衝出去啊嘛 ，Macy。你都剔啦！我又覺得 Macy 咁進取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即係始終佢都係一個運動員出身，有邊個運動員自己想輸嘅係咪？證實到另一樣嘢咯，佢唔會係特別想吸引到某一個男仔，反而咧原來係嗰個比賽先吸引到佢，即係可能最後原來佢都係揀自己，我要贏啊最緊要。準備好未 ，Macy？ Yes。三二一，開始！哇！喂，唔使阻住啊！哇，好勁啊！要記得攞個波，跟住交俾 Macy。即刻吹波！睇先，佢喺水上面吹喎，好似个吹波唔系好成功喎。你要咬住个定先吹到位。嘉莹吹，因为嘉莹吹 ，Miss 喺里面咪得咯。嗱，放心啊，两位都肯定系一线女艺人，咁样交换吹波都系冇事嘅。嗱，而喺一班兄弟姊妹落力打气之下咧 ，Miss 终于都顺利完成啦。嘉莹，系你嘅 show time 啦。望住嗰邊啊，嘉莹，嘉莹，嗰邊啊，嗰邊啊，你投嗰邊啊，嗰邊唔好望我哋啊，喂，最後一隻眼啊，我要等你啊，拜。哇，阿杰咧已經充滿笑容咁迎接呢一棒，因為啊，接住落嚟就係嘉莹騎佢博馬，喂，唔係取佢過門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歡喜啊？你望邊度啊？喂，我一陣，我一陣，除咗我水保先啦。最難忘當然係騎膊頭嗰 part 啦，咁就大家最有近距離接觸啊。我係絕對相信佢犯人咯，我覺得佢個人一定唔係成人，只係佢所有嘢都一定係顧咗我安全着想先咯。我信任佢，佢唔會係抽水嘅人。阿傑越行越遠啊！你唔好再兜遠咗啊！要長一步啊！要保啊！要保啊！哎哎！Mission 隊咧亦都玩埋啦，俾掌聲佢哋先啦。雖然咧中間咧有好多嘅艱難之處咧，尤其是係個氣球啦。咁但係我見到佢哋都有一齊合作，同埋大家一齊諗下點樣解決，所以都係 warm 嘅。但係温馨還温馨，你哋嘅時間係2:56啊，所以係輸咗啦。同一時間亦都恭喜曬 Sika 嗰組。我覺得今日嘅活動真係有意義嘅。最重要攞走嗰樣嘢就係大家多咗一份開心，同埋我哋個個人真係 close 咗咯。因為之前第一次都係比較緊咯，即係第一次認識大家都有少少 awkward 啦。但係因為即係嚟到暑假，跟住又可以喺陽光下面玩遊戲，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有某程度上面輕鬆咗嘅。咁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呢十個人咧係開心咗嘅，係近咗嘅。大會方面咧就揀選咗一男一女嘅 MVP 出嚟。男仔 MVP， 實至名歸 MVP 係 Alex。咁我哋問埋女仔先啦，女仔又有冇自己覺得誒邊一個會 MVP 咧？我覺得 Missy 咯。你覺得 Missy？ 思求覺得自己 Missy 啊 ？Missy， 根據我哋導演嘅説法啦嚇，係我哋今日嘅 MVP 係嘉莹。嘉莹。哇！我真係唔知道你哋嘅 standard 係咩咯？點解無啦啦要俾 MVP 我？我完全係運動白痴嚟嘅，但我覺得我係好投入遊戲嘅，但係我唔係玩得好叻咯。我盡咗力嘅啦，但係已經。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嘉瑩，你會想約邊個出街呢？其實咧，我想揀Keeper 㗎。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咧，點解我會想試下同 Keeper 出街呢，係因為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同埋佢係一個好做自己嘅人啊。Okay。 我喺佢隔離咧，鼻屎都飛埋出嚟都唔緊要咯。Okay。 因為咁講，我同佢個 vibe 有啲似，係真係有少癲喪，都係癲喪噶。你中意點講就點講啦。但係呢一刻，我見阿傑今日係第一次收起咗佢笑容。係。唔係啊，阿傑，阿傑你試下同其他女仔去下街噶嘛。飛話先。其實我不嬲咧，都係 Kifa 同埋阿傑咁樣啦，呢兩個人選。今次會想揀 Kifa， 因為我之前都同過阿傑去街啦。跟住我覺得佢又可以試下認識其他男仔，我都想試下同 Kifa 去街咯。第一次 dating 咧，私底下約會都有，大家都傾過嘅。
佢都話有兩個 choice， 第一個係想揀 Kiffer， 跟住之後第想揀我咁咯。咁而家有第二次機會，咁佢又想試下其他，咁我就都尊重翻決定。講完之後，我知道阿傑有啲唔開心，我係好想即刻逃離現場咯，因為存在咗一啲唔快樂喺度。其實我覺得阿傑同阿嘉瑩都仲係暫時係我最睇好，因為始終有其中一個人毫不力咁有誠意嘅行為係有機會會打動到嘉瑩。嘉瑩爭啲乜嘢咧？就係想見到一個再調皮啲嘅阿傑咯，因為可能佢就係中意人哋同佢打打鬧鬧啊，雙向地俾翻啲娛樂佢啦，而唔係佢單方面娛樂一個男仔啦。好啦，另一方面我哋又問下 Alex 啊 ，Alex， 未知啊，再通知你嘅。唔係啊，你再通知。嘉瑩答曬你唔答。咁衰，你啊，你即刻對住鏡頭，你想用邊個約會？其實我都想試下其他咯。其實我知我有兩個 option 啦，咁啊係 Miss 或者 Miss 咯咁。第二 round 嘅對象咧，我就隨緣啦，睇下節目組會安排邊個俾我咯。咁如果係上一個都唔抗拒，都好開心嘅。今次我會揀 Alex 係出於好奇，而家我認識嘅佢同最初識嘅佢係唔同嘅。咁兩位 MVP 都似乎係想喺之後嘅時間係試一下其交換 partner， 我哋都可以加插一個，我同 Dixon 試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哇！禮貌笑喎，禮貌笑咩事啊？條友，可以啊，綜藝效果嚟啫，自我真水啊。可以啊。如果導演你安排嘅，我會去。好啊，唔會。第二次浪漫約會終於嚟臨。有人就想试下转个环境，换个对象，亦都有人坚持初心，专心守护啱啱萌芽嘅感情。十位男女配对重新洗牌，佢哋又揾唔揾得翻自己嘅 perfect match 呢？我知道啊，我好紧张啊，而家真系觉得我就变公主，我就系公主，我喺呢度等佢啊，定系好浪漫喺摩天轮度揾佢啊？唔知啊，好有嗰种期待感觉啊，紧张咯。眼神再接触，已全部看到，快乐或放空同脚步。Cause I got you， 眼神未接触，也能预计到，爱情活作声仍互动。Cause I got you， 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